takers from my mother. Woo-hoo!帅翻了！他怎么说变了？变在哪里？因为我印象当中比赛中的他不是这样的，他是这样的，是这样，他就是这样。但是他现在更是他那样。因为比赛当中他没有这样子癫痫。没有，我觉得张远就是其实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他整个的表演当中透着一种从容，就是这种老人家的气质让他当选。而且我们跳舞的时候都忘记张远是胖子，是什么？对，好了好了好了，就不要猜我。又提这件事，我永远是组合里面被欺负，在这里还要被你欺负。哦，不不不不，我没有欺负你，我跟你说，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就刚才这段舞，在我们超级乐八点播出之后，咱们的这个 EP 啊，降临啊，至少多卖50,000张。哇，好好好，谢谢谢谢。那还只是东北地区的销量。没错，只是吉林省的销量。哇，只是长春市的销量。只是长春的那个广电的销量。电视台门口那个音像店的销量。感谢感谢感谢何老师、沈凌哥和刘刚哥一人买了10,000张，谢谢。好，那我们礼貌既然跳出来，就这个礼貌蒙说会道又跳出来了。我觉得礼貌其实我那个时候最开始在那个快乐男生海选时候看到他的时候，说实话，茫茫人海他就很显眼，很有礼貌。对，很有礼貌，而且非常有气势。他是一个很有张扬、舞台张扬力的这么一个男孩，而且他那时候特别可爱。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当时应该用的就是表演用的是一个 Justin 的曲子，是不是？对对对。然后呢，他自己还带了那个手机啊，放到地上，心机很重，弄一个免提，搞一个伴奏，因为别人都是清唱嘛，他弄一个伴奏，然后他又没有合上伴奏的节拍，所以呢，表演完了之后就是评委就然后又觉得这个男孩很有魅力，所以在一番纠结之下，然后就一路过关斩将。对，很有趣。我们现在礼貌节奏感绝对是非常好，因为我知道专辑当中很多 rap 的部分，对 rap 还有这个跳舞的部分都是，对对对，那赶快来跳一段好不好？好，跳舞啊。嗯，对啊。张远刚跳完，其实我还挺有压力的。没有，没有关系了。我谦虚的时候还是挺有压力。再卖50,000张嘛，怕什么？何老师20,000张，我跳。好，来，大鹏。这个兄弟之间的默契啊，一个眼神，对，就一个眼神。我其实说何老师啊，你下次你也要这样一搞，我跟谁上？你就直接海豚音，我们把你衣服这样撩起来。哎，真的，就为了这个瞬间，这成为我近期的目标，我也要把那个海豚音。对，何老师，是这样，是不是？你一定要见一下我这个衣服，你看。对啊，你要我是专门为了设计，为了你要好多种。对，所以要跟扣子解开就可以了，短一点。没有，所以要跟小弟姐说，下一次这边要加2片，领带也可以这样。我想想，我好了，没东西可倒。
没东西撩的。对呀、啊，好，那其实我觉得李茂现在越来越懂得利用他的眼睛，哎、嗯，就是在这个表演过程当中一直冲着观众这个猛放电，放电对哦。而且小峰，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其实转过来的时候、嗯、朝后面他又没闲着，是一个眼神，还在继续啊，因为这后面还有两圈观众啊。我觉得其实他其实也有一方面是对你了，是啊，并没有啊，他一直是在对着我后面的观众。哎，看来小凤姐她没有收到我的讯号，没有收到讯号。对了，我在那个0.01秒的时候，我有咚，真的、哦，对，是你没有收到，哎，太可惜了。没事没事，我给你们一个机会，好，我们来演一个小短剧，嗯，就是你呢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坏人，嗯，不是你个坏人，坏人，你是个坏人。你觉得满台除了你还有谁？没有，这凡是演坏人的人都是真正的好人，因为、哎、对只有好人才知道什么样是坏人啊？是吗？坏人反正也没有听懂，坏人不知道自己坏啊。好，所以呢，刚刚是个坏人，然后小峰碰见他了，然后呢，就在坏人就是纠缠小峰的时候，这时候李茂，你作为一个魅力十足的男人出现，不但就是帮小峰的赶走了坏人，而且还让他就是倒在了你温柔的怀中。哎呦。我要代表地球消灭银河系五大行星的机会。没错，没错，我知道这个感觉。做好大的梦哦！好，来准备了啊！好，首先是坏人登场。好，先给刚哥一段戏。啊，来，我们到这边来。我请路上行人少一点。这路上行人好多，我都不知道哪个才是坏人。天已经黑了。刚刚你干嘛要拖啊？今天的公交车怎么还不来啊？等车呢？干嘛？交个朋友嘛。不好意思，先生，请你离我远一点，谢谢。等车呢？不好意思，请你离我远一点。你好。哎呀呀呀，好尴尬的英雄救美呀！当街舞高手遇上至上励合，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小状况，对，怎么了？因为我们刚刚张远看到他们跳这些技术，没有，我感觉这边热热，我太熟悉了，就是我觉得要张远出去跟他 PK 一下，要张远，场面失去了控制，失去控制的场面，张远下场挑战，快乐舞台，谁是周华健？接下来这一组比较神奇，他们会要有两个人上台来 PK。 闭上你忍不住我提醒自己，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魔镜魔镜魔法测试，碎牌的默契，哪两位最有默契，感情最好的？每一张都不一样，对不对？好，你随便指一张就好了。点，一定要动。OK， 好，这里好。叮，确定。要不换？确定。你的手这边拿着，我们等一下准备数到三。你的手在这边拿着，我们数到三，把它翻开来给大家看，好不好？哇，真的有魔术大师的感觉。1, 2, 3。哇！让你吓一跳，超级有默契。